对啊，这样就可以知道是哪一根呢、啊？猜不起来。会烫吗？哪会烫啊？一点都不烫啊！你之前用的时候超烫，一直狂传资料。那、啊、为什么拿不起来？等一下，它整个粘在上面呢。嗯，就是粘在那个硬碟上面。要拉起来啊！哇，硬碟一起出来！哇！因为那个散热的粘住啊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看来是投机把错误什装么回错误？去。这个是 C 碟，它上面没写啊，也没写什么碟好，换下一根。啊。来看看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融化还是什么鬼？还是那是什么涂层？刚可能是胶吧。胶，哇！你看，虽然平常很烫，装回去，真糟糕！我是乱猜，要你看说明书吗？